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将生命献给主。使徒行传20:24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保罗一生献给主，为基督舍弃万事，只愿跑完在世路程，完成主所交付他的职事，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让我不被这个世界所缠累，不被这个世界的观念所影响，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把我的生命、时间、金钱、才干、能力、智慧都交在主的手里，让主来掌管使用。亲爱的主啊，请你将保罗这样奉献为主的心智也赐给我，让我看重在基督里面的丰盛。保罗对传福音心甚迫切，他虽知道前面有捆锁患难等待着他，但他仍然勇往直前，将生命完全为主摆上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任主差遣，任主使用。因为他相信这些都是至赞至亲的苦楚，将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。主啊，我愿听你的吩咐，献上自己为你所用，我的生命是你重价所买赎的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将自己献给你？主啊，怜悯我有时软弱、自私、小性、贪婪，求主归正我的心思意念，让我随时听从你的召命，向着主的标杆直跑，要得那从天上来的奖赏。祷告奉主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在这幕后的时代里，牺牲自己单单为你，主耶稣我们尊重你，此时此刻此时此地，新的意向新的方向，带领我们走向地极，主耶稣我们在这里，一听到属天的呼吁，愿意活在你计划里，余生的归你
刻此时此地，新的意向，新的方向，带领我们走向地极。主耶稣。